安南区鹿耳门海边，周围有晨曦焚化炉与飞烟处理厂。这些白色海肺经由时间融进海岸线的自然景观中，在堤防的保安林里，也许是多年前渔船上的废弃物漂流并直流留下鱼齿，在拥有梦幻湖之称的小湖泊的周遭仔细寻找，能发现这个林区特有的梦幻石，藉由商品式的分类包装与商业摄影塑造美好生活想象，吸引买家与游客来到梦幻采石场寻找美丽的梦幻石并带回家，以景点与包装与产品包装吸引观众前往采集，并在收集过程